大家好，我是阿正。这次要处理的跟我第一次换膜是同一款机型。当时买了这两台做双萤幕，上次修好了一台，现在这一台也不行了。先来看一下它的症状。典型的偏光膜变质，里面都是细小的气泡。我自己在怀疑，它之所以会变质，也许是因为它暴露在外，与环境光接触或空气接触所引起的。因为回想我所见过的变质案例，总是从中间部位开始，渐渐的向外扩散，直到我把它拆开来一看，才发现四周围被外框遮住的部位状态相对都比较好。拆机动作我也是驾轻就熟，两款萤幕一模一样。处理排线要温柔一点，就怕像之前一样搞到铜箔脱离，差点就毁了。这次我没有固定上面这块电路板，因此之后拿取阴基面板时都要格外小心，不能大力甩或去拉扯到它。找到偏光膜的边缘，拿了刀片，在角落先小力的试探一下，确定是软的，就放心给它切进去。会这么说是因为我上一次失败就是把刀片切到玻璃夹层里去了，要避免再犯同样的错。轻轻的施力，要小心不要割到自己。先切开这样方便用手指握住的大小，撕看看，如果还很吃力，就利用滚筒来帮忙。除胶可能是最花时间的环节了，在刮残胶的过程中，必须施力让刀片紧贴着玻璃，才能够把胶去除。施力不够的话，胶刮不干净，就得重复刮好几遍。建议大家尽可能拿新的刀片，因为我事后才发现，手中这把刀片，刀锋虽然还很锐利，但是有些变形，导致这个过程中一直刮不干净，只能一点一点的刮。
剩下薄薄的胶，我用松香水就可以轻松的擦掉。小心的翻面，别弄坏了排线。重复一样的过程。因为是一样的荧幕，我直接拿上次排好的版型来裁切。准备几段胶带，用来固定面板。我先贴在背面这几个位置。再剪一些胶带，将露出的后半截贴在桌面上，这样就很牢固了。准备好偏光膜，因为这次我没做记号，所以一定要确认，将有背胶的一面朝向面板，偏光膜与面板之中对齐。这两块胶带是预备用来固定偏光膜的。清理灰尘，因为没有无尘室，所以只能尽可能将灰尘清干净，很难做到百分百，但除非是明显的棉絮或砂石，否则少量的灰尘不太会对使用者造成影响。撕开离心膜，从边缘小心的按压，慢慢推进，直接用手抹太干涩了，换刮刀上场。用这把刮刀的问题是，它是金属的，会把保护膜刮花，花花的会影响我观察有无气泡产生。发现气泡了，撕起来，让气泡消除，再重新贴回去。
我会刻意把靠近自己的这个角落留到最后，这样收尾比较好操作。撕下胶带，待会还要用到。慢慢的翻面，小心排线。重复一样的过程。确认正反面，至中对齐，胶带固定，擦掉灰尘，从边缘开始贴，慢慢的推进。这次突发奇想，拿一坨卫生纸来推。一点一点的推进，这个好处是不会把膜刮花，比较好观察有无残留气泡。轻松完成。开始组装。要记得撕掉正反面保护膜。装上铁框。把卡扣都扣上。借这机会把排线清洁一下，小心的插回去。组装完成，这是关机状态，开机，
这是全黑画面，全白画面，放上桌布。这次的挑战完美达成，影片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